低于9折要小心，因为现在有假滤芯，可能是假的，可能有诈骗什么。因为OK， 大家好，我是 Gassi， 欢迎回到我们的品味厨房樱花精品推荐店。OK， 今天这一集完整的带大家看到我回去公司把每一台现在线上的净水器的滤芯都换过一次。哎，这些都有樱花的一些专利，所以它拆装滤芯的时候其实是不用关水关电的。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关水关电啊，我只是示范给大家看，是没有关，告诉大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现在买滤芯啊，网上诈骗比较多，建议大家小心。那你可以找我们买，资讯的话价格一定好。后面我再说一次，樱花不低于9折，在网络上。对，所以找我买回去自己装。然后各个滤芯都有啊，其实就算你不会的，没拍到的也可以教你们。那我们现在影片中会出现可能像P77等等的这些，有喜欢的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需要啊，各位，大家看到的可以先存起来，之后要换滤芯的时候再来自己换，自己换绝对最省。不要再相信网络上说我这边这个安装免工资，不要相信他免工资了。怎么可能这么好的事？没可能！我跟你讲，一定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合理才重要，好不好？不要再被骗了。那些免工资的报起来比我报的还贵啊，吓死！对，所以买樱花净水找谁？那我们继续看怎么换滤芯啊 ？OK， 大家，这是77的，然后它是 SQC 的这个，然后它这个换也很简单，他们现在都不用在那个这一根套着挂着，然后后面这个通常会挂两个在上面。基本上你拔下来的话，就是拔起来之后，然后转逆时针转，那它现在基本上就不用关水。然后这个的话一转，哦，它会漏点水。然后装回去的话就是对好这个，大家看到尖头这个点，对，折上去，压好，开，它就好了。对，基本上这个很方便啊。然后这个的话有三种，一样是可以私讯去购买这样子。一个是这个，对，一个是这个，这个玩的话，所以干嘛？不要，我知道很多商家是卖很多不同品牌啊卖的滤芯，可能要签约去给他们换的。我个人是比较会自己动手做的，然后现在这样比较省，因为现在工资太贵，因为久了之后你这样子花费太高，所以不建议大家说。找那种，我现在偷喝一点我刚刚换的水，对，嗷的喝一下，不错。反正樱花规定最低只能9折，所以各位很重要，低于9折要小心，因为现在有假滤芯，可能是假的，可能有诈骗什么。因为你低于9折，基本上樱花都会抓啊，所以不可能低于9折。那低于9折要自己小心，因为找不到人。那你找我买，这个价格非常漂亮，会低到多少？哎，问过了，常常跟我买就知道。对，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私讯一下，然后就叫我们 LINE。然后或打电话给我们，直接给我们购买，或者是卖货变给你们比较方便的去贩卖，全台湾都可以买。所以到我买机器可以，一定漂亮，一定够漂亮。因为我们就算卖出去，我们还对外负责去后续一些联络。有些人就卖了就找不到人了，没办法处理。那滤芯的话一样事情，只要我们保证正版，我们一定正版，而且我们有爱惠普、樱花、诺德都有。对，保证正版好处理，所以大家可以找我们试试看。对，喜欢的按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拜。